係一個滿內嘅平衡，因為講真，自己依一兩年咧，都係去咗拍戲啊，做演員比較多啲。歌手呢個身份咧，都係上年先至開始自己重投入翻，重新再投入嘅。咁啊，真係要多謝 Times Square 可以同埋 Jobs 即搞呢個活動可以俾我，同埋呢間 J W 啦，當然 J W 出嚟啦，可以同大家面前唱自己嘅廣東歌，呢個係好難得嘅。跟住最後送多首歌俾大家，你當我什麼？呢首歌每一次唱咧，自己都有感覺，因為真係呢一首歌令到我俾更加多人認識啦，知道咦，班長要唱歌，所以呢首歌對我嚟講好重要，喺度送俾你。真的太多，不过谁能及我？你所以照旧发给我，随便一声别过，可杀但我失意，才会找我，但也心知不妥，明知应该是不。我怎拒絕繼續再出錯？其實我負心，從沒有被人愛死過。懷著他什麼？你今天當我什麼？若身邊來了你我，你猜顯得很多，得到不多。